Hello 啊，我为什么看不到你啊？啊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我没有开视频，我开的语音。啊，嗯，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自我介绍一下哈，Hello，大家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是翟潇闻，我是刘宇程。我咱俩也挺长时间没见了呀，那可是有日子了。可不咋的，你最近拍的怎么样？我现在就在拍着呢，我现在啊，你就决拍着定，呢？对，我现在就在车上呢，因为不就这个造型不是很方便嘛，就只能开语音。啊，理解理对解对理对解。对。像我今天就是今天没戏，我就跟大家直播，我就可以露脸了。你休息吗？今天是？哦，对，今天没有我的戏。幸福。怎么样？我因为我刚才在直播之前听到了一个，就是很多人说我们是这个，雪橇三傻，然后说你是那个萨摩耶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外号吗？你什么东西？雪橇什么？说我是阿拉斯加，然后那个说你是萨摩耶，然后说刘特是那个哈士奇。恕我直言，这三个好像品类跟人都没什么关系啊。对，就是雪橇三傻嘛，就是都是拉雪橇的，为什么是拉雪橇呢？就可能因为咱们系那个经常冬天的系下雪多，还有滑雪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因为咱们是不是去过那个雪 滑雪场是场，吧？滑雪场。对，我们去过那个滑雪场，哇，这嗯，谁设定够无聊的？这，可不咋的。你最近咋样？挺好的，拍戏。我这，哎呀，估计你也是吧，天天吊威亚。我就今天打戏啥的。因为我现在这个戏演了一个狼人，就动不动就非上非下，狼人，对，动不动长尖牙、蓝眼睛，那你比狠人多一点。对，比狠人多一点。好冷，我把自己给冷到了。对，你是，着实是有点冷。天呐，笑死！哎，你现在在哪里拍我在那个象山，啊？啊，我也拍过在象山，挺是苦，加象油。山这边是我们这两天还是主要是，我是刚从那个哪儿，从山西回来，山西那边更热。啊，转景是吗？对，我们这两天还正好拍外景呢。我们昨天、前天都在棚里拍的，还稍微舒服点。那棚里面有，要是能凉快一些还行，拍外景一晒就很崩溃。对，今天就是在外面。哎，对，你有看那个就是咱们在电影院那场戏吗？我看了。啊，就是刘宇程帮艾老师助攻。我看了那个，咱去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什么公恐园龙还时是代三，对，对。恐龙时代那个对。然后之后，这边有人说那个刘宇程是那个属于最佳撩机是非刘宇程莫属，然后什么保卫爱情一把好手，我也是一把好手，是。拿捏了就，我还看了那场戏的那个花絮，我就是完全都记不住我自己前面叭叭了啥，我一直在输出，一直在说，哈哈。然后他们要求我跟之前接戏，我完全不知道说什么。对，不知道说了啥。对，你追了吗？那这个戏，我看了呀，你是全程在看吗？我基本上我有时间的我就都看，我这今到现在更的我都看完了。所以对，还没有更新的呢，我还差2、3集就看完了，更新的，可以聊，可以聊。挺好看的。因为好多那个你跟那个你跟那个那那你那边的那条 CP 线，因为你们拍的时候我在拍别的嘛，所以我都没看到。我是看完之后，哦，你们还拍了这么多这样的戏呢？你这样的是什么？是哪样就是打游戏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在咖啡的？店里面，腻腻歪歪那种的是吧？整是挺的，好，着实是整挺好。我们俩后面好像还有一些，现在都还没多少呢。
啊，后面更吓人。你知道的那个剧情，哎、那个剧情你知道的。哎呀，应该快更了。嗯，快了，快了，明天吧，明天星一就更了。对对对对，应该明天就更了。嗯，是。哎，这上面说，咋了？没事。后面更吓人，然后他们那个有发那个评论，不说问号。后面什么后面更吓人？就是更新的那个，接下来这一周要更新的戏。对，大家稍微期待一下啊！后面这个刘宇程他们两个人后面更精彩。是的，嗯，你这刚开始吗？你直播？对，我刚开始没多长时间。嗯，妈，太幸福了！休息一天，明天继续拍。休息一天。啊？明天继续拍啊？明天继续拍啊！我这也快要拍完了，应该。啊，你这是现在还是古装还是啥呀？古装啊，古装啊，我在横店。古装的啊。横店可以，离我也不远。对啊，我也在象山拍过，那确实是一个象山主要是这边虫子多，你知道吗？它那种奇奇怪怪、大大小小的虫子，见都没见过那种。它那边蚊子很可怕，之前拍的时候，那一只蚊子叮下去，你的胳膊上就长了三个包，它有三个嘴。对，一个蚊子基本就缺血了。嗯，这里有人提醒你说翟潇闻别晒黑了。还好。我们这边其实还好，我现在在山西真的是要晒吐了，太晒了，多喷防晒。天哪，我这两天就快用一瓶了那防晒。哇，那你喷的真是到量。不是，你不到量不行啊，不到量太晒了。我都已经没救了，我已经就这样了。妈呀，你是不知道我有个工作人员，之前还挺白的，然后这两天真的哇，黑的和炭一样，好可怕的。整挺好。行，那我接着拍了啊，他们来叫我了。哎，好好好，那你去拍吧。好嘞，辛苦，拜拜。晚点聊哈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拜拜啊，好，拜拜。哎。